已经选出了四位幸运的粉丝来到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近距离互动一下。那现在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有请之前我们已经选出的四位粉丝来到台上，和我们一起近距离接触一下。四位快冲上来了，来，我们给他们让一下位置，我们往上站一下。来，欢迎四位，欢迎四位来到台上。来，哎，你们四位注意安全，保持距离啊。把他们四个有点吓到了，来来，我们往中间站一下，往中间站一下，来，我们，哎，你们四个注意安全，保持距离啊！把他们四个有点吓到了，来来，我们往中间站一下，往中间站一下，来，我们站的稍微紧凑一点点，稍微紧凑一点点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为了这个当下现场保安，所以站 C 位，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因为今天四位来到这里，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徐可欣，我就是重庆人，不懂重庆。F 四你们好，我是小姐姐，因为我感觉我都比你们大。我是来自重庆隔壁的，我是贵州贵阳的，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你们相见。谢谢。我是来自重庆工商大学的一名大三的老学姐了，然后我看你们的电视剧还是少女心扑通扑通的跳，然后所以我感到很激动，现在不好意思，我是康康的粉丝。你们就我现在你们都爆出粉丝这种人，我一定要拦住你们，我很怕你们有什么冲动的粉丝这个冲动。但是呢，现在恢复一下这个理智，因为他们四位有的也是重庆本地，有从外地过来的，所以说今天 F 四呢给你们四位准备了属于我们湖南卫视粉丝互动季的专属福利，就是四位准备了满满的诚意要带给他们，对不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来，先从弟弟开始。弟弟，你要送给谁？来，帮忙开一下弟弟的麦，先用我的。啊，那个，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放大招，放大招，放大招。那个，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吗？我是你的。不，你是射手座的。不对，我是你的专属定做。妥不妥？想不想再听？真土！来来，那个下一步要来到台前了，来来，关宏，来，我们往前一步，往前一步，保持安静哦，安静哦，看看这个有多土。你可以帮我洗一个东西吗？写什么呢？喜欢我，千千遍一万遍，他真的是喜欢透了，他洗你一万遍。来来，下一位，看看下一个能不能打造我们土的巅峰。来，康康，做好准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的心在哪边吗？不对，在你的那一边。来，下一位，下一位。来，西泽。我刚刚听说你是来自重庆的，对吗？那我用重庆话跟你说土味情好不好？哇！开启重庆话技能。你晓得我哪里长得最好看？知道不？大哥，为啥子？你被反套路了，西泽。所以现在高一的小女生把西泽反套路了。重庆套路深，你要小心一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四位，哎，不要着急走。问一下，刚刚被套路以后开心吗？只要是被他套路都开心。今天这么开心的话，那你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来，
我们让他们四位在我们前面，然后你们就插空站在他们后面，一起合个影，好不好？来，请四位站到前面，站成一排。哎，不要这么主动的凑上去，你往前站一点，往前站一点，往前站一点。也提醒一下现场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持续关注我们湖南卫视《快乐有我到》的暑期互动季，就能够获得更多更多这样的互动机会。也希望各位时刻关注我们湖南卫视的暑期互动季，谢谢。再次感谢四位，谢谢，谢谢你们四位，谢谢，谢谢。小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